大家好，我们是 DJ 48 Team J。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喜欢你公演。耶、yeah! 刚刚大家欣赏了黑白格子裙、眼神加速度、面包奶油和下课铃声，大家喜欢吗？喜欢。今天的话题是啥？套路啊！哦，不对，撩妹，撩妹啊！你的撩妹技能，那么就从一菲开始吧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刘一菲，你们可以叫我一或者是杠杠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所以我觉得我不用撩，想多了，并没有，谁对你变质了？你先把你衣服领子弄好再说吧。有，就孙雨珊天天都非要我缠着，就非要我陪她去逛街，还有你昨天晚上也是。谁喜欢你啊？你忘了我吗？我是你的小姐妹儿啊！你这个讨人厌的小宝贝儿。好吧，就是刚刚跟乔一克学了一下，那个什么，你要撩谁？你知道你是属什么的吗？我是属鼠的。属于我。啊。啊。是吧？你很老练吗你？对啊，懂太多。你这种那个就是老江湖老手了，你就不要那什么了。人家这种萌新就被你都受不了了。来，一菲。还有吗？就这一个呀、啊。你不会只学了一个吧？哦。有点弱。那你知道专业技能告诉我。天作之合，替他回答。好吧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 ！嘎吱嘎吱，好多鱼，我就是逗乐的小鱼陈雅玉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陈雅玉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《因为喜欢你》公演。耶、yeah ！大家到，陈雅玉。谢谢。陈雅玉。谢谢。陈雅玉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撩一下我离我很近的人吧，你吧，放弃你，放弃你幽冥了。我要挑战副队长。啊，在微信那边。我最近刚跟老刘学了怎么打断腿。你可能我再打断一次你的腿，你可能只留个头在台上了。没事，你说。谢谢你说我头底下全是腿。来，就是。我给你学个狗叫吧。你学。你不是说你学吗？我陈雅玉学的最像的是惨叫鸡的那个叫法。你这是套路吗？有没有？你被我逗笑了耶，成功被我逗笑了。啊。是撩尴尬。撩啊！这不像你平时的技术水平啊！你以后还不如去问人家装眼镜的盒子是什么盒的。你没有被我撩到吗？有吧。再说一遍。没有。没事。好吧，那就这样了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 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王宇轩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、yeah ！套路，谁来配合我一下吗？我哇，你看看我，你不要在危险的边缘试探，我跟你讲。那你走吧，就是求生欲保持一下。啊，没事，你跟他说吧，他对我应该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你不要这么一脸期待的看着我。
那个声音好猥琐。你知道你最近害了我吗？害我那么喜欢你啊！你干嘛？你再哈一下，你再啊一下啊啊哈！娘子啊哈！不是，看来我们那个梗已经过气了，能不能说点新的？你是在考古吗？为什么摄像机没有办法捕捉到王宇轩的每一个表情？哦，现场支援，懂很多吗，朱蓉？这个好像也。你应该进监狱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因为你偷走了我的心。哎，你们这个医生太土了，这种萌新都知道了。燕迪差，你知道吗？没法玩了。你可以问他，装眼镜的。骨灰盒，你说问他适合穿什么衣服？啊，那个什么什么服来着？你问过我了，我知道。对啊，被我征服。雨香，我跟你说个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哎，行。哎，快也教我一下。我教你。我的天。嗯。不是我那啥哈，所以说你一个人霸占王宇轩这么长时间，你心里过意的去吗？也没事儿，你也想来一会儿？我不想，没有，我不是，我没有别瞎猜啊。快点，我问你啊，问，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黑吗？黑凤雷，我不是。王宇轩，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黑吗？因为我为了暗中保护你。暗的有点，你知道我跟孙雨山安静点、啊、你真的是这套路都不会。你知道我跟孙雨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虽然我们俩一样高，但是我长这么长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追到我。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想好好体验一下，快点。那你体验吧，你。孙雨山别找错觉了。烧烤，哎，还有烧烤那个，烧烤，对。什么？你先选哪一个烤？你烤化了我的心吗？不是，考虑一下我那个。哎呀，那你都说出来了，再说我们后面有没有说了？留一点梗，把我们要说的都说了。行了，让我来撩王宇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的孙雨轩，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是美女加个微信啊哈，走，谁说的叔叔？谁说的叔叔？哎，视力这么好，这么暗都看出来是叔叔。没有，回应啊，扫码。看我干嘛？你们不是已经扫过了吗？我也有啊，我们的肉夹馍组合。走在三角的禁区，这是四角。啊，走在四角的禁区。像我这种不会套路的人，只会就是只会扫码。对，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我就抛弃他了。没事，他还是同意了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。不仅拥有漂亮脸蛋，还有温柔内心的完美美少女哦呼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任心怡，感谢大家来看《因为喜欢你》公演。耶！任心怡，谢谢。颜色。
色不太对，为什么是红的？张怀瑾，我套路你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亲亲你，低头听脑门，亲亲在这里。你是手动 at BJ48 杨一帆，昨天晚上刚跟他睡过觉，醒来就忘了。你先去亲亲他嘛，对吧？不要，他和杨亲亲了。杨烨他为什么要亲你？好吧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有请下组小伙伴吧。耶！我是 BJ48 Team J 的刘贤，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刘贤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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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季后赛，那就你了。好。你知道你有什么缺点吗？长得太美。你最大的缺点是缺点我，我都没忍心打败了你。出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缺个你，你有五毛钱吗？没有，我有，我可以借你五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凑一块了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很溜？你这不是上次我跟你说的吗？我说你有五毛吗？你说滚。我说你钱包里怎么五毛？我说我也有，我就是不想跟你凑一块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季洛赛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喜欢你公演。耶！我好像没怎么套路过别人，那就你吧，你转身往那走，往哪？回去。那我是走了。嗯，走吧，刘贤，别走！哎，这也太配合了吧！哎，你回来，你要，你东西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哦。你掉的银罗塞还是金罗塞？请问你掉的是应该掉的铁罗塞？应该是掉了。套路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那你说，你东西掉了。不要了。那我说了。你说哦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张怀瑾他欺负我。我又能为你做些什么？扣钱。那你走吧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我不想说话了。你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张怀瑾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喜欢你公演。耶！在座张怀瑾，谢谢张怀瑾，谢谢。我就从来没有成功的撩过妹。我要是成功的撩到过妹，我去年总选和 B 五零的时候会被晒成那样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生平第一次就是试图对别人撩妹，就是去勾搭别人。试图。对，其实算是失败了，因为我当时是跟李菁前辈
然后就是合影嘛，然后合完影之后，我就是一般我们女孩子合影之后不是都是要大家互相 P 一 P 的嘛，然后我就跟前辈说，我说前辈，那这个合影你要 P 一下嘛，然后他说那个他啥来着我忘了，反正我就说前辈，那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把照片发给你。他说啊，不用，你微博发给我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扎心，我就很坦白的说，我说其实我只是想顺便加个微信而已。然后他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来扫码吧。然后刚刚在后台学了一个套路的方式，金乐赛你看那边，我不看。爱看不看，拜拜。哎，这就是你套路的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忽然不想套路你了而已。我也不然场里出牌。杨烨，来吧。杨烨，看一下那边。够不着。张怀瑾，原来你一开始找我是因为这个。哎，你来，你看那边。再见，来雪鱼继续。该我了，我先摆个姿势。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 Team J， 白洞白色明天正在等着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雪鱼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吃饭一样简单，对雪鱼来说就像空气一样。对，那我就不撩你们了，我就说就是，我其实昨天感觉我昨天说的跟今天这个话题也很匹配，就是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肉。我就是肉，我愿意把我全部都给你。哦，学到了。对啊，就是强调全部都给你。好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尴尬啊？我把自己全部都给他耶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下面请下组小伙伴吧。耶、yeah ！甩掉不开心，那就亲亲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的何阳青青，谢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因为喜欢你公演。耶、yeah ！何阳青青，谢谢大家。何阳青青，日化七亮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谢谢。何阳青青，谢谢。何阳青青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何阳青青，今天我们给你比个心。我也比个心，一只手就这样比好了。何阳青青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青青，谢谢。撩妹神技是吗？苗苗。哎，就是我们来做个游戏吧。好啊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就跟你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就跟你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就跟你这样做。请你这样跟我。我就这样跟你。哇哦，还可以这样玩。苗苗，你还可以。给你面子，我没有玩过这个，我就跟你这样做，我太天真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剧场里有猫出没，欧米欧米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苗苗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谢谢，谢谢。
青，嗯，哎，我说什么你跟我学啊？好 ，A A B B C C D D E E F， 这英语课吗 ？A F G G， 等一下 ，A B C H H I I love love you you I love you love you too。杨烨，那个，饮料和水你喜欢喝哪个？水。这样，你喜欢喝水，可是我都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呵护你啊。哇！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杨烨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喜欢你公演。耶！你有打火机吗？没有。点燃我的心。我觉得你长得有点眼熟。怎么眼熟？因为你长得很像我妈未来的儿媳妇。你妈未来的儿媳妇不是王宇轩吗？王宇轩是女婿啊。没没没，哎，那我就玩一个那个亲亲二点零吧。亲亲二点零是什么？你这样抱着我。你有被撩到吗？没有。我。你不觉得我这个身高给你很有安全感吗？过来。嗯嗯嗯。没有。试图想有是吗？应该这样。过来。有安全感吗？你想亲我下巴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我再来一个吧，就是亲亲。我接下来就是要对你说一些话，就是我不想套路你，我想抱抱你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我说我想抱抱你，你为什么不想听？这个太尬了，我聊不下去了，这土味情话还没来得及做笔记。完了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精彩的《Universe》曲吧。耶！耶！耶！大家刚刚欣赏了《温布顿之梦》，燃烧的道路都是夜风惹的祸。Don't touch 向日葵，不是那个单恋对角线，向日大佬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，自我介绍。哦，对。来，大佬来，大佬请。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J 的乔一科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是有什么你当时觉得做得不够好，现在可以重来一次。我觉得是一个听上去就很尬的话题呢。我觉得很上一个 MC 没有说太好。就是你要现在表演一下，不要躺在床上就彻夜难眠。哦，吵架，吵架。对啊，就是吵架，吵跟他吵架吵输了，然后回来，我刚才就应该这样骂他了，我刚才不应该这样骂他，应该再骂他狠一点。就是在脑子里，不管他怎么回我，我都能骂赢他，但是一张嘴就想哭，张嘴我好害怕。自己脑内开一场辩论赛，然后但是一到就是真实场景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发挥的那么好。嗯，那从开始吧。什么？MC 话题是？你刚才在干什么？
还玩我。刚才在和大佬进行就是今天的商业会谈。交易。就是跟你说，你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你当时你觉得做的不够好，然后晚上你躺床上，你又觉得，哎，我当时应该这样。啊，我有，就是握手会的时候，怀瑾那个裤拉链我不应该说出来。你再一次的说了出来。菲菲，你真是一个讨人厌的小宝贝儿呢。你呢？来吧，大佬。就是买完这么多花衬衫，不该把雕牌剪下来。雕牌？雕牌。他想说的是吊牌，应该。就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吊牌。为什么？因为想买完之后可以退。有一点，就是穿那么一次就想，没了。哎，我好奇一下，今天向日葵一共四件那么丑的衣服，都是你的吗？我们昨天陪他去买的，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了半天，把全部的花衬衫全部今天出道的后悔了。QYK48 不是邱元康48啊，是乔宇科48。对，今天乔宇科出道不是那个向日葵首演吗？那个就是我们四八呢，虽然没有你们四八的人多，但是我们跟你们的风格还是不一样的。那是世界上没有哪个，不是海南四八吧？好吧，以后接。我们小偶像的正业呢，就是跳那个向日葵，副业就是海草，不对，海边卖椰子。哦，你们听上去这个很辛苦。不卖。不差钱。那除了这个呢？没了吗？除了呢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？就比较后悔的。我乔某做事儿，没有，我想一下，你们先说，我想一下。就是有时候你们有遇到过那种买到绝版周边啊，绝版什么升写啊这种经历吗？就如果你突然下手了几件，然后发现突然绝版了，然后就会特别后悔，为什么当时不多买几套？对，为什么当时不多买几套？然后我觉得我当时买的时候，我觉得啊有点贵，算了，买两套吧，哎，还是有点贵。再买两套吧，然后就买了两套。他说我要不要再买两套呢？结果他绝版了，然后不卖了。对，听到没有？我们生鞋赶快买，不然就绝版了。有钱真好。然后就会特别后悔，就感觉错失了几个亿的那种感觉。嗯，你要说我有什么，就是一个是吵架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十年前没有早点睡觉是吗？算一个吧。因为其实那天就是我们有一个 MCG 选，我后来看了一下，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你最想对队友坦白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是很认真的考虑过植发手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还特意去咨询过。哎，他那个植发手术需要用自己的毛囊，你没有？他是从这儿这个后脑勺那儿取毛囊，然后直到发际线。有的，好吧，就是太贵了。就是他那里，他后脑勺是他头前头最多头发的地方。不是，那他如果就是把后面植前面去，他就再也不能扎马尾了呀。你掀起来能扎马尾一样。我怎么不能扎？这还有半个呢，是吧？哎，别弄了，哎，你转过去一下，转过去一下。干嘛？看一下这个。你的马尾和我的遮脸毛一样的多。你头都是秃的。来，你继续。我就是，哎，人生在世嘛，反正后悔的事情也不可能就是再做第二次了。然后所以说我没有特别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有点后悔，就是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吧。你走啊，回去，我回我的火星。我们可以达成你这个愿望，现在就帮你从此不再存在这个世界上。优躺四楼，一跃解千愁。对。不够高，万一没了结，那还得受罪。就是我大概就是经常后悔，就是每一次吃了饭之后就会想，我为什么不少吃一点？哦，我也是，就是我明明能忍住那少吃那几口，但是我就是当时没忍住，事后又很后悔，觉得我又不差那几口，然后就想反正不差那几口，就再多吃点吧，然后就事后又后悔。然后但是我不吃的话，我事后也会后悔。哎，不就那两口吗？吃了也没有啥。哦，还有就是那种，就你们有没有错过那种就是大减价的东西，然后第二天发现它卖没了的那种？就放在购物车发现已失效，已失效。对，我之前就是刚刚猪肉一说到吃饭这个事情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很早以前看到过一条就是
咸菜绿的裙子特别好看，然后当时卖的挺贵的，我就想等我再瘦十斤，等我再瘦十斤，我就把它买下来。然后，虽然最后我也没瘦成十斤吧，但是最后那个在看购物车的时候，它已经失效了。失效了，然后一伤心，然后去吃了晚饭，又胖了十斤。胖了十斤。嗯，蔡可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嗯，我最后悔的事情呢，就是当初就不应该下凡。下凡做生意不好吗？没有，下到了海边，应该下陆地的。好，那今天的 MC 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《总有一天》。耶！耶！耶！大家刚刚欣赏了《总有一天》I'm crying 超级焦点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有没有升座啊，朋友们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一个惊险刺激的游戏。嗯，你们两位在干嘛？擦脑门。是吗？擦一下光洁的脑门。对，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一个特别惊险刺激的小游戏，它的名字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什么？画我猜。耶！哇哦！你画我猜。你比我猜。哦。你比划我猜。对。对。啊。然后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啊，就是那个，待会儿我会使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技能，就是掀开刘海。Sorry， 怎么能这样子呢？我给你擦擦汗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就是我会把其中一个屏幕关掉，然后我们先决定第一个来比词的人是谁。他。啊？为啥突然就我了呢？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那个人。那好吧。好随意啊。没在怕的。对，我待会儿把那边的屏幕关掉，然后我们其他人站在这边。这个游戏规则呢，就是要求你这个可怜的，就是被投出去要求比划词的人，不能说话，不能有任何拟声词，只能做动作。然后遇到就是成语类的词呢，不可以跳过。哦，成语类不可以跳过。嗯，好吧。那我耗死在台上怎么办？哎，那什么能跳过？然后我们 MC 除了成语类的，第一组和第二组都会玩这个游戏，最后以哪个组猜对的词多，然后就决定哪个组。啊，你们认真猜啊！赢了吃火锅，队长请。好。先使出这个厉害的技能了，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哦，拭目以待。哇哦！一二三，关。哥哥，你让我关第一个还是第三个来着？小心一点。我先关一个试试啊。小心别触电，全场停电。是哪个？是哪个？有点害怕。立刻别关错了。哇哦，关错了，好像关反了。没事，我们换边，我换一边就行了。换边站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边没了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让他开起来。上场这些人一开。biu。八能量。应该是开这个的吧？哎。这要是谁把总开关给关了，那就有意思了。那我们就站这。我们站远点。背对着屏幕。是他比划，我们猜是吧？对对对。对，然后猜完一个，你们排一排，排一排，一个人比划一次，然后猜完一次换一个。对，那个从这边这样转吧，这样转圈，这样过来。行啊，行，嗯，来吧，快来吧。行吧，那可以开始吧，就从这个游戏开始。你稍微往左边一点点。对，蹲下呀。要蹲下吗？好，我蹲不蹲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吧，我感觉。你蹲下也看不到呀，谢谢你哦。开瓶器，拧瓶盖，喝水，喝可乐，喝水，几个字？拧瓶盖，开矿泉水。写字，画画，毛笔，速写，擦桌子，沙画，抹布，橡皮。这么厉害的哦，我完全看不出来是啥呢。我瞎了。闭麦，你闭麦。那要不刘贤先不
不能说话，不然换词的话，哎，计时了，同志们。对，没，还有时间呢，快点，快点，嗯。刘仙，你可以看吗？就是。快点。锤地，打枪，射击，烟花，射击，狙击，瞄准，九八 K 发射，炸弹，你可以过，你可以过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两个字儿，吃鸡，空投，手枪，标枪，什么？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东西？竞技独立没有给你，我以为是给你比心。猪八戒，几个字？猪。吃瓜，吃瓜，群众，吃瓜，吃个西瓜，
吃西瓜。老鼠。玉米。是吗？这印度几个字啊？蛇一个字。哦，厉害了哦。青龙。臭榴莲。跑步。奔跑。登山。运动。碎步。竞走。竞走。好累。我们跪的好累。飞。飞翔。翅膀。小鸟。苍蝇。翅膀。那个蜻蜓。鹅。天鹅。鸭子。老鹰。鸡翅。蝴蝶。蝴蝶。蜜蜂。啥来着？不愧是蝴蝶小精灵。可以往生吗？可以。猫。老虎。兔子。老猩猩。青蛙。青蛙。哇，几个字啊？袋鼠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狗急跳墙。你长得太像了。投篮。篮球。灌篮。好快哦，我感觉我们。快点。积极独立，给你比心。我下了一辈子的跪。好疼啊，好疼啊。我们在地板上摩擦了好久。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地上摩擦。谁两片？所以我们答对了多少？我们多少题啊？多少个？二十四个。哇哦。请问是多少？乘以二就是四八。耶。好，那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，期待一下他们的成绩。耶、yeah. yeah.耶、yeah, 哎、感觉有个人走过没看见你了，就我们吗？那哎，就我们五个人吗？对呀、啊、完了。那我们也是玩刚才的那个游戏，刚才那个游戏叫什么呢？考考你们是什么？你比我猜。哇哦，完了我们就、啊、好厉害。我们玩的就是你比我猜，来拍拍坐，小朋友们。拍拍坐，发果果吗？没有，小宝乖。哎呀妈呀，我要说什么？小乖乖。谁第一个？我吧。就你啊，好，那你吧。完了，陈雅玉第一个，我们就在那坐到这个 MC 结束。那说明你们脑子有问题。来吧。心急如焚，受不了。
下去。过，左右以为难。没什么道理。小鸡捉米，偷鸡摸狗，什么？鸡犬鼠过街，老鼠过街，老鼠。羽毛球，完蛋，谁说的啊？羽毛球，羽毛。几个字？蹲着，算了，过。啊？花生。
帐。枕头。哦。吃面。吃面。拉面。拉面。面条。啊、哦，对对对。伤口，脚，脚，手舞足蹈，脚有没有脚？杨烨，大笨猪，我没有脚，只有我们组智商可能有问题。啊，五个字，无法无天，五。五四三二一，我觉得我们在为难控台，就老过老过，他都没提了，没提了。喝水。喝酒。饮料。断断腿。喝多了打断腿。武松。我们大概有啊，怎么可能他们24个，我觉得我们答对的有50个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全都对了，就一个一个两个两个的，他们答了这么多了吗？哎呀，陈雅玉啊，我就说你智商玩不了这个。你的智商，你在猜的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了，完了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青春不散吧。耶、yeah. yeah.